当时呢，有一名白宫老师没事，当时是为什么是让白宫老师没事？哎，我们这互换人质，互换人质嘛。我没意见啊，挺好的。孩子未见得以后干这，一个是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常好，有这个默契。两口子好交朋友，炒一桌子菜，给我打电话，兄弟来吃饭来吧。另外呢，就是孩子呢多一个人疼，不更好吗？如果他将来要干这个，还能给他提供一个平台，所以这个水到渠成就是这样的。